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石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对天蝎节手游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以加入大师的 LINE 社群，在影片右上角 QR code 输入密码334568，就会自动加入 LINE 社群。那这个社群是匿名的哈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加入。那记得去记事本看一下版规，好，版规一定要遵守。好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影片是要抽这次的9000商啊，对我来说就是三角恋的卡池啊。那为什么这次会抽呢？是因为不是因为我对青微刚跟黄福生有爱，单纯是因为我想抽风铃声，因为风铃声有在行动这个技能实在是太好用了。虽然他的驱散的能力比白婉弱蛮多的，但是呢，在行动这个技能实在是太好用了，所以强烈建议风铃声是。最好是抽到啊，当然最好要抽到的角色还有一只是冰里啦。好，这是我的个人的浅见。那为什么这次会选择抽呢？因为大师我啊，我的卡池里面已经有黄甫生跟秦维刚了。那从我记得从五月还是四月开始，那卡池已经改成说，第一次首抽中的绝品英灵，一定是当时几率提高的这三。的那两只英灵角色，或是三只英灵角色，以这个卡池为例的话，九千商。那因为大师我已经有黄甫生跟秦维刚了，那我只要花十只印，第一次抽到雪品英灵，那我一定会拿到风铃声。除非我这么助戏代赛，抽了100抽都没有中雪品卡，哦，除非啦。但是呢，我记得有几率，我就忘记几抽是一定会中的、啊，可是应该不会到那么惨啊，反正会提升几率嘛。OK， 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各位，那有一个都市传说哈，就是我们按一下召唤十次之后，不要连续按，我们要退出这个退到这个界面再继续按会比较好。都市传说啦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好，我们第一次十抽啊，第一次十抽来吧。而且中两张大师兄吧，没有，好，第一次没有，哎，没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 Excel。怎么可能70抽才抽中？看，我已经很久没抽了，不要这样好吗？好，有都市传说哈，就是不要进这个界面再按，我们要先退出去确认，然后再按一次。没有。慕容生，30抽，哎，不会这么衰吧？没有，哎，他是不是故意算好你已经有这两只了，然后他就故意要给你70抽保底中？他一定是这种想法。你的工程师，你程式是不是这样子写的？一定是哦。这个人好衰哦，抽到黄甫生，我血的一堆青螺是怎样？好，再来第40抽，我都画这个图案了，你还不给我？这个图案这么的神圣，中了啦，中了啦，40抽中绝品一只。好，40抽一只，可以了，赞啊！我叫做风铃声，看在我年纪大你几岁的份上，你就委屈点，叫我风姐姐好了。所以，风姐姐你好，我终于得到你了 ，yes，yes，
有冰迪、风铃声、殷建平啊，这三支战力够了啦，够了够了。Yes， 后面不重要了，后面不重要。Yes，OK，、okay， 好，所以那个保底是对的啊、哦，这个是对的，就是一定会中绝品伊宁。好，就这样，好，结束了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因为这三只都有了，好，都有了，赞啦。好，为什么风铃声要冲呢？风铃声你在哪里？你在最后面吧。因为有在行动啊，在行动是哪边又学到、啊？应该前面就有了吧？不会在后面吧？等一下，他是不是改了？哦，顺煞生意啦，讲错，顺煞生意，对不起，在行动在这里，吓死我，顺煞生意就是在行动啦，哦，江西党啊，好啦，就是这样子。